六祖慧能。慧能俗姓卢，生于公元638年，广东岭南人。父亲很早就死了，家境很清苦，平常依靠卖柴为生，也因此而没有机会读书写字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。送柴火来了，那边摆着就成，钱给你。哦。应物所住而生其心。嗯，请问您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是《金刚经》。您在哪里学佛经的？从河北黄梅山跟五祖弘忍学的。于是慧能将母亲托请伶人代为照顾，就动身到河北求学佛法。走了30多天才到了黄梅，便立刻去参见弘忍大师。你是哪里人？到这里来做什么呢？弟子是岭南新州人，此来拜师是为了要成佛。你从新州来，是南蛮之人，如何能成佛呢？人有南北之分，佛性难道也有南北之别吗？你我形体不同，但我们的佛性并无差别。嗯，你这南蛮根性倒也敏烈，派你到后院对米去吧。是。慧能在黄梅山一晃就过了8个月。有一天，弘忍觉得传法时机已到。你们将自己所证悟的写成偈子，如果有谁真也悟到，我便把衣钵传给他。在弘忍的众多弟子当中，神秀上座是大家公认最有希望接传衣钵的人。好哎，真妙哎！嗯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朝朝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嗯，这首偈子是谁做的？是神秀做的，写在墙上。带我去看看行吗？好。偈子就写在这里。哦，写这偈子的人尚未悟道。嗯，你也看得懂偈子，真是怪事。有时即下等之人有最高智慧，即上等之人却毫无见识可言。我也有一首偈子，请替我写在墙上好吗？好好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走吧。啊，哎呀，真是个活菩萨，好棒啊！非常的有见地哦，真是有见地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这首偈子没有悟到，擦掉吧。第二天，弘忍悄悄地来到慧能工作的地方。今夜三更到我的房里来。是，师父。
换三金，慧能果然应约。弘忍便为他讲解《金刚经》，并把衣钵及顿教法门传给慧能。过去达摩西来，人都不相信他所说的，所以禅门有传衣钵为信的铁例。现在你已是禅学的六祖，希望你好自为之，要承先启后，传法救人。传授衣钵容易事起争端，你应该快离开此地。我来渡你过河。迷的时候师父渡我，悟了以后我渡自己。好，今后的佛法将因你而大盛，此去南方佛法难起，应看时机成熟之后再说法。嗯，多谢祖师指点。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也无生。慧能得五祖传衣钵之后，就一直往南走。我的衣钵已经难传，能者得之。哼，能者得之，那不就是慧能得了吗？南蛮子也能得衣钵吗？竟给那抽米不识字的大粗人得了衣钵，去把他抢回来。对，大家快追呀，追呀，追回来，追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大家快追呀，追呀，追回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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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而慧能以埋名隐姓潜居江南，谁也找不到他了。直到15年后，公元676年，广州法性寺。各位，今天由我印宗法师讲解《涅槃经》。这时，寺中的旗幡在空中飘扬着。嗯，那是风在动。不不不，明明是旗在动。是风在动。是旗动。是风动。不是风动，也不是旗动，而是你们的心在动。请这位居士到殿内相谈。居士，你的见解极有见地，可以请你谈谈佛法吗？好。善根有两种，一种是变的，一种是不变的，但佛性是超乎变和不变，善和不善的。我的讲经肤浅的如瓦砾，而你的解释宝贵的有如纯金。我听说弘忍的衣钵已经难传，莫非你就是他的传人？不错。啊！弟子参见六祖。接着印宗便替慧能落法受戒，自己反而拜六祖慧能为师。第二年，六祖慧能来到曹溪地方，有许多信徒支持建立了宝林寺，他就在这寺中开始传法。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用这四句偈去写达摩的思想，远不如去写慧能的思想来得正确。菩提之道是以心传心，经书只是唤起自悟的方便法门而已。无论如何高明的禅师，也无法把自己的悟力塞入对方的心中，只能像接生婆一样，在适当的时机
帮助孕妇去生她自己的孩子。